好，画面上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这是一张网络的照片。女主播呢是穿着婚纱，拿着麦克风，直接呢就站到了镜头的前面来做播报。让人痛心，也让人感到为灾区的朋友感到担心。但是同时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让人非常感动的画面。拿着话筒在大街边为大家报道雅安地震的一些最新的情况。我们向这位最美的新娘致敬。